行者，哎，那行者不就是那一只？来，我已经标我的坐标了，不然没有人会来找我。自己要做什么？等一下。啊，那我们已经毕业了耶。那毕业了要干嘛？哎，对啊，那我现在已经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算是已经没有事做了。那我们来更新网拍照好了，安安站布丁，我真的好渴。我真的好开心哦，真的玩到欧美了。也许我对这类型的游戏的期待就是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玩到欧美。那为什么我觉得我欧美了？因为你看我们剩那个任务，基本上已经都完成了。齐声三重奏，那剩下我们就直接讲活动了。我们要下线了。